國際八點一團隊嘅 Janet， 咁啊，亦都因為團隊裏面俾一個機會我喺度做一個分享，真係好感恩嘅。咁喺十日啦，真係嗰個心情其實都未興奮完嘅，一路都仲係喺個腦海裏面咧，成日嚇回憶回憶咁。咁其實過往我自己其實未接觸喺網路營銷之前咧，咁我都係好簡單一個做咗行政人員啦，跟住就結埋婚啦，跟住就結完婚之後就好相夫教子咁樣啦，一路都係做緊一個家庭主婦嘅。咁啊，直至喺五年前左右啦，咁我就接觸咗一個，因為想揾一個小朋友大啦，咁又想揾一啲自己嘅空間嘅時間嚟到做下嘢喎。咁啊，接觸咗個網路營銷嘅一個行業啦，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我時間自由，咁又有機會揾到我嘅財務自由啊嘛。咁其實喺嗰過往幾年裏面，其實都運作得唔錯啦。咁但係其實基於出面市場上面好多一啲公司嘅一啲嘅制度啊，或者一啲掣肘啊，都會未去到真係可以揾到我自己一個去到財務自由啊嚇。咁時間係有啦，咁我又可以照顧屋企啦，照顧家庭啊咁樣。咁直至到今年啦，咁我哋嘅十月二號嘅時候，咁有一個即係好好一個新嘅項目啦。咁因為我介紹人係頭先都忘記咗 ，Marco 老師、希美老師係啦。咁分享咗一家國際呢一個嘅新嘅項目俾我知道嘅時候，哇！即係因為我自己都幾貪靚㗎。咁我覺得個產品嚟講，哇，好簡單咯，用又簡單，一支拿住又可以，即係周街行到邊度，無論我啲家庭主婦嘅同學仔媽媽啊，甚至出到街接觸到嘅人都可以講得啊。咁所以喺呢十日裏面，我自己十月二號加盟咗之後咧，其實好簡單嘅，講到一支嘅又有日頭用產品喎，哇，由一支講到去用一個代理嘅身份加盟咧，又係講到喎，真係好容易去講咯，同我哋之前以往接觸嗰啲嘅公司咧咁樣，咁樣所以相對嚟講，我自己覺得係產品無論係用得自己靚啦，自己用好咗自己喺身上邊做咗產品嘅代言人之外咧，其實產品係識講説話嘅，咁人哋睇到你靚字，不然就會問下你啦，喂，最近點解會咁靚嘅？咁係咪又有得講啊？咁所以對於嚟講產品，我自己就非常非常之愛啦。咁我自己用咗短短十日嚟講，我都有一個好明顯嘅效果啊。咁我眼套咧，咁我都收緊咗㗎啦，已經開始。咁我會嚟緊好快將我啲合照咧嚟到去分享俾大家去，大家去分享下嚇。咁我嘅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曬。OK， 多謝你嘅分享啊，鄭姐啊。阿鄭姐咧，佢咧就係咧我睇到佢前景咧個目標咧係好清晰嘅。鄭姐，我想訪問你咧，嚟緊你個目標係乜嘢啊？最快呢個月成為水晶，好嘢！但我鼓勵佢啊，我唔係啊，鼓勵佢做珍珠好唔好啊？好嚇，你先揸一個做水晶啊！你個目標唔係水晶喎，你個目標係越級喎。今個星期成為水晶，今個月成為珍珠，努力，我會去呢個目標度，小個目標去進發先。咁你又要問住咧，同你先生一齊咧合拍相嘅喎。是的，咁因為我都好感謝我先生啦，都喺接觸一家公司嚟講，佢都係非常之支持我啦，咁所以我好全心全意，好有呢個時間咁喺度嚟到打拼我而家嘅事業咯。嗯，好多謝各位。OK， 好。